画什么呢？房子。你在帮它上颜色啊？嗯。啊，小乖在画什么呢？绳子啦。在画绳子吗？在画绳子啦。蛇啊、哦。啊，它的舌头呢？那个是蛇啊、哦，你喜欢蛇啊、哦？嗯，你看，我们这也有一只蛇，我会来吓你哦。哦，那个我好喜欢吃哦。嗯。那不是蛇，是东西啦。那我等一下拿蛇给你玩好不好？好啦。第一，你那里有一条蛇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我拿一个恐龙给你好不好？不要啦，还没拿。那我考你们哦，你们会画恐龙吗？咖啡色。像昨天乖乖有穿一件恐龙的衣服。那我的嘞？你的是猴子的衣服。它是狮子的啦。那谁会画恐龙呢？我怎么会？你要我要画一个。小乖，你的蛇怎么长这样？那是宇宙。嗯。那你们会画一朵？妈妈，你让我画的。画一朵花好不好？这没事的，这是喷水花。哦，你看，一德德在画一朵花，哎。我还要画一个。哦。爸爸，这个家都。小乖，一人一个就好了，那要交换哦。你把你那一盒给德德，小乖。屁股那一盒，对，拿去给哥哥交换。哇，那你要再帮他画一点树叶吗？但是我不用，这是自己的，就是自己的。给你。哦，给你耶。这还有一个。还有哦。还有这个给你。我没有位置了啊。我这边没有位置了。没有位置了、哦。嗯。那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，把你卷起来好不好？不要。做寿司啊。把它煮热了。就把小乖当做寿司好不好？好。不要啦，寿司就会加肉的，后是那个。还是把乖乖当做寿司。恐龙在那里耶，恐龙。我想要当成篮球。嗯。那我想要当成娃娃车。那是黄色啊。黄色好。黄色好。哇。什么颜色？那个是粉红色。好，拜拜。你要画一个粉红色的胡子。爸爸，你要